现在已经八点了，还没有走到小区。刚刚做完笔录回来，因为我的电动车被偷了。然后 homie 刚刚给我发了个消息，他下去丢垃圾的时候把自己的钥匙也锁在家里面了，现在已经打电话叫人来开锁了。叫开锁的人了吗？什么时候来啊？我今天不是因为区里面有人来查吗？我今天好辛苦，所以我所以你开了个坏头。什么叫我开了个坏头？就是把车的钥匙丢了。我把车钥匙丢了，和你把钥匙反锁在家里面，导致有人要上门开锁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？我还说今天下班再走，我要回来赶紧健身，健完身我就要做访谈，结果访谈也没有做，还穿着这么高的跟的鞋走了几公里，在派出所待了三个小时。我还买了点橘子，好吃，这个橘子是这么吃的。如果它能开的话，我们就不需要换锁，不然到时候怎么跟房东说啊？他肯定是要把锁撬开啊，不然怎么打开？他们就不应该有那种万能钥匙吗？那他早就到牢里面去了。现在可以换是吗？可以啊。大概能练多久？十来分钟吧。除了无语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白个骚，能给我们再便宜一点是不是？这就是这个价格的，因为你可以在网上也可以搜到这个锁的价格。把你放在家里的钥匙找给我看一下。这个多少？我先跟你说，我没有拿哈，我是在家里面找了一圈，我没有看到。来，掏出来！我操！你问他，你把你奶奶送过去吗？你的手没有往口袋里面揣过吗？啊！因为我刚刚一进来，我看到你经常放钥匙的地方没有钥匙，我就想你可能是装在你包里了。
一个人去吃火，也蛮奇葩。我一进来，看到对面对面就是个谁，谁的名就是发到的，应该是他的神神。我当时真的我一点都不生气，因为我觉得你说的对。我记一张。哎，再来一个锁匙呀。嗯，好。你还叹气？这个怎么不能打开？这刀丢啊！你打开一下。你好，是你找我还是？你找我。多少钱？把手280，锁芯400，然后加强开锁，你那是 C 级锁是200，比正常贵10块钱，然后安装是150块钱。等，你这咋算的？你这怎么算的？这是强开锁，强开锁比正常贵几十块钱。然后这个工时安装费，这是锁芯。这样强开锁和安装费是分开的。对啊，安装服务费嘛，你上面是有的，可以看一下团单上面，它不包安装的，懂吧？别别，你这便宜点嘛，给你所有优惠下来就给你按1000块钱嘛，对吧？也就是说那个强开锁也就是给你按正常价格，对吧？开锁也就给你按正常价格给你优惠了一点，对吧？1000块钱算了。对啊，就给你按1000块钱嘛。好。坐好了。辛苦你了。嗯。800钥匙。闪。什么叫杀猪？杀猪的前提是你首先是头猪，你今天验证了，今天是只把自己当猪了。你当时想到要强开锁。你当时有自己估一个价格没？他们写的，你知道多少钱吗？150。120。我说他妈才120块钱，给你开算了。他妈的都开了1200。你晓得拍片像聚焦那个啥，哪没佛子？9:07。你都来了，所以我今天应该更无语啊！我的车被偷了，停在了那个监控死角，不一定找得回来了。WiFi 掉了10块，发生到躺椅子。没有什么，因为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对吧？然后我们也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解决方案。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就是不要后悔，你知道吗？现在你就想着，我们现在已经待在这个房间里面了，和昨天一样，昨天也待在这个房间，今天也待在这个房间。唯一不同的就是，今天的我们损失了一辆车，撬了一个门。我知道。最气人的是，最气人的是喊两遍响就不消散不消火。没有蠢的不相上下啊！如果是我，至少我会感觉，但凡你的那个钥匙，如果是在你的那个篮球包里，我都不放一个屁。但凡你那个钥匙是在回来了以后立刻找到的，我也不说什么。你给我打电话说你被锁在外面。的时候，以及到我回到家里面，这个过程有10分钟，你都没有掏出口袋吗？哎，不是，我就很困惑，你当时是怎么判断自己被锁在外面的？你确实有全身的每一个口袋都掏过吗？那你为什么那个口袋里面有钥匙嘞？至少我在判断我的电动车被偷的时候，我的钥匙是不是都没了？我连我这个背包里面最夹层的那个钥匙我都找了没有？因为我当时感觉我好像这个钥匙放在桌上，人的感觉是不准。我在看到你试衣服的时候，我只想到一个词，就是穿衣服的猪。好看吗？还可以啊，还可以啊。我已经平白无故损失500块了，我还要被猪再砍一下脚。去把墙上那几个外卖单乖乖的给我寄到上面去。哎呦，不用这样啊，我车都找不回来了，你看我都没有这样。突然觉得你之前说的就是在抖音里把正常正确。没啊，这句话不对，最对的还是你那句不是一家人，不是一家人。有一点我是没想到的，就是我们两个人在被人当了猪宰了以后，你居然还能夸自己一句是我们两个人太老实了，啊，不是，
自己批评自己，我们两个也太蠢了。上去会被低吗？我看怎么低啊，你都没付版权。还要申请付版权啊，不然嘞，苦中作乐咯。只有点个外卖，点个宵夜，你想吃吃啊。本来今天已经没有去锻炼了，还吃，还又大出血意，还点外卖，还把人吃了个肥肥。没有，家里要装个电子书。手背多了，都要把手捡回来开锁。以后这一千200块钱，在你的人生都不会再出现。这件事情教会我们俩一件事，以后钥匙只能挂在脖子上，以后这样去开锁，咔嘞就可以勾到来，不能还不能贴身帽，贴身帽到时候以为不在视线范围内了，就以为钥匙没了，只能挂在胸口，还系个铃铛，看不到了，也要听得到。